讲师晚安。今天我哈哦，一个做事的风俗哦，师尊师父老大爷的弘一大爷哦啊，咱莲环师哦啊，咱建立不建立不诶不比大佛法的财富哦，是否哈今天才会当在这个这庄严的学堂内底来学习？啊，因为吼，他在初发展啊，所以讲吼，又而且注意前线，吼，他若讲了无好诶所在，吼，甲吼他会记得，吼，感恩谢谢。啊，今天吼他诶要学习诶题目就是三宝，吼、各位先生、太太、小姐，大家恭喜。啊，佛法是咧甲咱恭喜啥物呢？啊，喜从何来呢？啊，就是咧甲咱恭喜讲，咱根基真好吼，祖上有德，大福有德。根基真好呢，就是咱的过去世，吼、哦，咱的前世优秀，啊，毋是前世尔，是主是为世优秀，吼、哦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吼、哦，伊修伊的前世就是领六尘尘，啊，伊修五百世，吼、哦，啊转当转世为释迦牟尼太子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注定的就是咱注意，敢捌听过一句讲，吼、哦，积德印子孙啊，吼、哦，啊。即就是咧甲你讲，咱诶祖先有好积德，德行子孙吼。啊，佛言吼，咱有一句俗语讲，有缘千里来相逢，啊，无缘对面嘛不相识吼。啊，只是住伫隔壁吼，啊，伊若是无缘咧吼，嘛无法度吼，伊嘛无相识吼。啊，佛经有咧咧讲哦，讲天古虽大。难闻无因之错，吼、哦！啊，佛法虽广，难度无缘之人。啊，这就是咧甲你讲，即丛草啊，若是无根，吼、哦！啊，天顶的雨搁落较大，伊嘛无法度个吸收着水分甲营养，吼、哦！啊，佛法虽然广大福深，吼、哦！啊，非常的庄严，吼、哦！啊，假使伊若是无缘的，伊嘛无法度通去得到佛法的好处。因此讲，不度有缘人，佛门大大开；有缘之人，我会进来。吼、哦，啊，今天咱注意，吼、哦，就是有根基、有祖德、有佛缘，这三缘有备。三个福气，啊，咱注意上文化之喜，吼、哦，欢欢喜喜，听着因果书的引进，啊，就来到咱佛堂拜拜，啊，求得了自古千年传授的先天大道圣义真传。先天大德是自伏羲皇帝一话开天，
天皇帝一番开天，吼、哦，父母遗传分体，叔叔名父分心，这就是讲咱一时分、二分、三四五分，吼、哦，一时传一道，传咱天命的道统，一脉相传。就是天命的道统吼，五教授人的生活一脉相传的吼。啊，五教的授人就是福气大帝、新龙大帝、尧舜禹吼，啊加文王武哦、周公吼，啊加孔子、孟子吼、释迦牟尼佛，啊加穆罕默德，啊加耶稣基督吼。这就是吼天命的道统，五教授人的生活一脉相传的吼。啊，五教的。五教是原本同一家的，是同一个因缘的。啊，咱注意前提，咱敢知影得到的意义吗？即摆佛法就来甲咱解说分享得到的意义。吼、哦，啊，拄则咱名师请看，啊，名师就是吼，拄则穿那身道袍迄位吼点凡师，伊是领了天命的点凡师。吼、哦，啊，名师请看。恭请幽灵上帝，也就是升天、升地、升万物，吼、哦，升咱人生的造物者、万灵主宰，吼、哦，咱称作无尽努力。有拢要来念佛来烦恼，吼、哦、啊！即个老师借着名师的手，吼、哦，拍开咱的玄关条，还予咱三宝，吼、哦，在世间方向化解无难现象，啊，出世会当超生了死，知足轮回。在世间方向化解有难平常，吼、哦，啊出世当超生了死，知足轮回，吼、哦，啊拄则，吼、哦，名师在八卦路中所修化迄张叫做龙天表文。三观大帝将会收到，会交予观察三师傅的念佛哦，吼，将咱今天
由着遮个性命来划掉。即就是吼，拄则上下底所讲个吼，地府抽命，天崩挂号。只要咱若是得到了后吼，爱欢乐百年，卖去讲三宝，有真酒是咧食吼，保证咱百年了后会心愿如意，面目滋润安详吼。啊，这就是证明咱的灵魂吼、已经有找到返天的路头吼，咱的灵魂已经有归宿啊吼。啊，那以后哈会。父母吼，我的爸爸妈妈吼，伊在伊开矿了吼，啊，买生要家己入屋的时阵吼，伊的面色搁安尼转粉红粉红，啊，规身躯拢软糕糕吼，啊，要家己抱手抱起抱合同的时阵，规双手嘛拢安尼软糕糕吼，啊，搁会当抱起到胸前吼，这就是上好诶。即、这个印证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人本是西方去佛祖，吼、哦，咱就是，咱敢知影咱是天堂落来原来佛祖吗？吼、哦，咱敢知影吗？吼、哦，啊，即摆。红庙的吼，娘子下凡，要来这个三观世界度众生的吼，啊，因为天不言，地不语吼，爱咱人来代天传法，天天平等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吼，啊，煞袂慢，伫这个佛教、声势啊，甲佛法的世界当中，啊，煞袂去哩讲咱要度众的任务。啊，在这三地佛教里，在这三地。佛教里，咱称作佛法的众生，吼，啊嘛称作讲是世界末日，吼，啊在这三地佛教里，上天慈悲，吼，难得要来，要来救劫的，吼，啊，要拯救，吼，有善根深厚的善男信女，吼，因此，吼，天上不老一佛祖，啊，西方不老一菩萨，全部各种下凡，要来帮帮助到的。未来普渡三座的，
天到，就是去天时，就是讲遐吼，化作天天上帝，托比讲吼，啊，咱如何修行嘛？托比讲来引导呢，吼，啊，佫讲崇德嘛有王爷干嘛做来引导呢？啊，为甚物去天时伊也着爱来引导呢？因为去天时拢是咱人间的用心孝子吼。啊，受万民的崇拜，吼、哦，啊，因得到千年、百年的香烟，吼、哦，啊，香烟，吼、哦，因也是胭脂，吼、哦，伊嘛是共款过海轮回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去天时嘛是爱引导的呢，啊，引导，吼、哦，分为众生，也就是咱人间的善男信女，吼、哦，啊，下到地府的幽灵鬼魂，吼、哦。啊！你看，咱即个时啊，是毋是拢有人咱份受惠吼？咧普渡咧吼，啊咧啊，咱有一句讲吼：一子行道有限，七祖尽超生吼；一子得道吼有限，七祖尽沾光吼。啊，就是讲咱今天咱已经有得道啊，有求道啊吼。咱的祖先吼，就会当去迄个地藏菩萨去遐遐吼听经闻法吼，这就是吼下到地府的幽冥鬼魂。啊，拄则咱就讲吼，咱人本是西方一佛子吼，咱是天堂落来的原胎佛子。啊，即摆佛法就以以下的几点，甲大家。吼、哦，许印证互分享，吼、哦，互大家做参考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个人字五鬼相克，上天予咱，哎呦，咱上天予咱的这点灵性是伫咧遮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吼、哦、是咱今天吼、哦、所要求的、所要找的是吼、哦、咱这点灵性的总根源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呐，咱是咱吼生来死去的门户，啊，今天吼、哦、咱呐是有求了道，有得了道，啊，咱就会当。十分欢愉吼，啊，就会当回转咱的故乡吼。啊啊，咱人吼，即、这个真人性吼、哦，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吼、哦，是无生灭的，是袂臭袂烂。啊，咱即个假肉体是百年了后，是一个臭屁人而已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甲咱的。真灵性吼，甲咱的灵魂吼，比如是一个总台官吼，啊，咱即间厝的总台官嘛，确实无拍开呢，是毋是电话、电风、电视、电脑拢袂当运转吗？吼、哦、啊，确实
啊，咱人诶，总裁官是伫咧遮，啊，可是咱诶总裁官嘛是要发挥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嘛是无一点诶灵魂咧，啊，咱是毋是会当听，会当看，会当行走、食饭、讲话，吼、哦，日常诶生活起居拢会当运转吗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个计划体是照古政府计塑形诶，吼、哦，一个胚胎啊。在母胎内底孕育十个月，怀胎了后，吼、哦，哇一声，呱呱落地，吼、哦，也就是生命的开始，也就是生老病死的开始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人一个生落来，啊，囡仔一天一天一直大，啊，大人就一天一天一直老，也就是老的开始，吼、哦。啊，病就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开始退化，吼、哦。啊，大病、小病嘛，拢会有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大病就爱带伊开刀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个计划体是毋是照用的？啊，咱来这世间是毋是照大个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肉体是有使用权命，无所有权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人有生就有死，吼、哦，即使做总统、做皇帝，也是爱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人袂当挂无失败呢，吼、哦，食今仔日的饭，毋知明仔的代志呢，吼、哦，人生是无常的呢，啊，事实是正常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人生是短暂的呢，因此讲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计划体在地球上，吼、哦，是照用的呢。是有使用权命，无所有权，所以讲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吼、哦，双手空空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诶，即、这个肉体咧，来，咱在即个世间，吼、哦，咱所拥有诶一切拢是假，唯有灵魂才是真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天，吼、哦，就是吼，要、哦、爱即、这个、有即、这个。真诶人性吼，啊，咱即个计划体是水火风土吼四大几项之一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注意一下，咱敢捌听过即句话是吗？吼、哦，啊那即卖诶少年可能就较毋捌听过吼。哦啊，那伊互下个年龄，吼、哦，嘛拢真侪听讲，某某阿姐、某某阿伯过身去啊，吼、哦，即嘛是咧甲咱讲，吼、哦，咱人有真灵性，加加肉体，吼、哦，啊，耶稣上帝，吼、哦，嘛甲咱讲哦，讲上帝会当照顾每一个人，因此创造一个母亲，吼、哦，即嘛是咧甲咱印证哦，印证讲咱人。有真灵性，甲白肉体，吼、哦、啊！佫有一句俗语讲：是天咧生人，毋是人咧生人呢。会生你惊死，袂生你惊死。嗯。这嘛是一个人。印证哦，吼、哦，印证讲咱人有真灵性甲假肉体，吼、哦。因此讲，吼、哦，咱人是天堂落来，吼、哦，诶，原胎佛祖，吼、哦。啊，如你尊天第八章。
份的行事可以，这就是孔子讲，你甲你赞叹啊，你得宝贵，吼、哦，你得老得容易生死，吼、哦，既然得之尊贵，非之行事可以，就是讲咱今天，若是得了得，若是无了得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是有找到转去的路头，啊，免阁生死，阁会轮回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若这世间嘛无白走的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咧讲吼，是咧强调讲道的尊贵吼，并不是讲咱若在死啊得道哈，下晡时啊黄昏的时阵，食宿可游吼，啊咱今生今世吼，啊咱若是无得道，若是无有道无得道吼，是咱来这世间上大的遗憾哦。
因为在上古时代吼，也就是那第一年、青阳年，天顶古佛降下凡吼，啊，多甲君王，啊，君王就是弘一大帝、乾隆大帝、尧舜禹帝吼，啊，迄阵啊吼，拢是爱先修佛殿，而且佫是单传佛修吼，啊，青阳年的时阵吼，就是人较早吼会三点动人。吼、哦，啊，伊拢住伫咧山洞，啊，所食是青菜野果，吼、哦，啊，所穿的是树叶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迄阵啊是，吼、哦，南方甲伊落俗称，吼、哦，以青来代表吉利，吼、哦，你看迄阵啊的新娘啊，吼、哦，的新娘衫拢是青色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裤裤、礼袍嘛拢是青色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啊，吼、哦，迄是。伫即个周朝末年进前，吼、哦，那么在周朝末年到清朝末年，吼、哦，即就是第二期安阳期，七天末年分江天换，刀剑书儒，啊，书就是出家的法师，啊，儒就是读册啦。啊，迄阵啊，吼、哦，安阳期的时阵是以红来代表吉利，吼、哦，就是南方庙殿会的小红。吼、哦，啊，迄只看，迄阵仔的新娘仔，的新娘衫嘛拢红色的哦，啊，红轿、红鞋厝，吼、哦，啊，道袍、甲裤裤嘛拢红色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吼，佫、哦就是先修好的单传独修，吼、哦，啊，代代相传，传不过六米，啊，传不过六米，就是无传过第二个人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是吼。哦凡夫俗子，莫讲经道，当然连听嘛拢毋捌听过。而且，未经道一道吼，爱、哦、去深山古道，修到三千公、八百个啊，功德圆满，啊，才会当经道的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为什么咱即马吼啊，受着因果师的引进吼，啊，咱宝贵的大道就予咱得着了，这就是咱现今。第三期培养你吼，
你啊看，那现在的社会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为着追求了物质的享受，吼、哦，道德观念日日的衰退，啊，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吼、哦，都拢敢做，吼、哦，像开人放火、掳人勒索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毒品的泛滥，吼、哦，偷盗诈骗，无恶不作。恐怖的事件不断地发生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地球，吼、哦，咱科技的发达，地球暖化，大地反扑，吼、哦，什么水灾、火灾、洪灾，啊，甲地震不断地发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地震不是咱台湾才有的呢，吼、哦，你看南亚的大海啸，啊，甲日本三一一的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灭绝性的灾难哦。哦，这再在农历提醒咱人类哦，哦，这个不是银河所造成的天灾吗？哦，应验古俗语讲，人无照天理，啊天就无照大志，因此上天真哦，降下灾劫，要来淘汰这恶业出的。但是呢，咱人有善有恶，其中也阁有真济有善根深厚的善男信女，哦。那会使善恶不分、欲色不分呢？因此，吼、哦，诸天神圣、诸菩萨慈悲，吼、哦，靠求求命上帝，但是咱的老公娘降道要来救劫。三宝的力量在天地人吼，甲万物之间吼、哦。天有三宝入身吼，地有三宝入身吼。天有三宝入身，吼、哦，啊地有三宝水火风，人有三宝精气神，啊道有三宝缘法印，吼、哦，啊入身若是无调顺，就会混沌不明，吼、哦，会入我无辜，吼、哦，就是若像冰河期要来同款哦，吼、哦，啊地三宝水火风，若是无调顺，就会水灾、火灾、洪灾，甚至地震，就会万物不生，寸草不宁。吼、哦，啊，人的三宝精气神，吼、哦，若是无调顺，就会万病丛生，啊，生命就会难存。啊，道的三宝观法印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天若是无求道，无得道，吼、哦，就我度人度众生，因此度众生难度。
咱即摆过来讲地保天官，吼，天官又名叫做通天教。得到清净果分吼，啊，佛教清净灵山吼，啊，儒教清净智贤宝地吼，啊，基督教清净财门十字架，啊，佛教清净悔悟之地吼，啊，拢是咧讲同款的所在哦，吼，是名称无同款而已哦，吼，啊，咱今天吼所求的道的第一宝天官吼，是伫咧遮哦，吼，啊，毋是伫德观即个所在哦。念经是灵魂之汤，吼、哦，咱注意，咱敢捌听过嘛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敢有想讲灵魂的门伫倒位呢？吼、哦、啊，灵魂的门，吼、哦，就是吼、哦、在咱这个在心里的所在哦，吼、哦，啊。
本人甲地理师吼，嘛拢甲即个所在叫做下关吼。啊，咱甲咱即间厝吼，理论是一个啦吼。啊，即间厝的两边边的窗仔吼，是伫，互咱即间厝会当采光，会当光明，会当光亮的吼。啊，咱人的目睭嘛是伫互咱人的身躯会当光明，会当光亮吼。像咱做时啊，若是出门吼、去上班吼、啊若是下晡时啊下班，嘛是爱对即个门入去哦，是咱出出入入用的哦吼、啊咱即、這个就是原则吼，因为咱是吼，咱拢是吼天堂落来的原胎佛祖，因此讲咱的原则是伫天堂吼。啊，第二个原则吼是伫
吼，啊，咱就免搁去地府轮回哦，吼，啊，咱就免去地府轮回是畜生六道的轮回哦，吼，啊，啥物是畜生六道呢？吼，畜生六道就是第一，就是咱的灵性，吼，若是无。无为正人出去，吼、哦，为做道公人出去。第一就是为耳汤出去，吼、哦，啊做咱的灵魂吼，若要为正人出去，啊，为耳汤出去吼，啊，做开心吼，出世做牛、马、羊、猪吼，你甲看，因的耳仔拢真大条哦，啊，耳汤嘛拢真大哦，吼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啊做吼，不但内面性，若是无为正人出去，为耳汤出去吼，做端仙，啊，出世做鸡、鸭、鹅、鸟啊吼，你甲看。老鹰目睭拢真大哦，啊，远远都有看小鸡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一句讲，吼、哦，老鹰捉小鸡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注意，敢捌看过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虎虾的虎虾嘛毋捌看过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三个就是人的灵性，若无鬼正人出去，鬼皮汤出去，啊，做化身，吼、哦，啊，出世做狗爷、斑盘、狐神。吼、哦，咬蛇，吼、哦，因的鼻仔拢真大哦，吼、哦，拢远远都有闻到人的味，都有闻到甜的味，啊，着喊咩话来沾，啊，喊咩话来闻，吼、哦，这着是咱的灵性，为鼻腔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着、就是，吼、哦，咱的灵魂，若为嘴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做食生，吼、哦，出世做鱼虾水族，啊，你看迄鱼虾水族，吼、哦，二四点钟。嘴拢夹者夹者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就是第五，吼、哦，咱的灵性，若是为年元中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富贵道，吼、哦，就是出自于做好业啦，啊，因就是前世，吼、哦，神主鬼世有做好事，有铺桥造路，啊，呾出世做好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富贵道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伊若是毋知影人心情，鬼附不灵。吼、哦，同款，毋是爱搁对轮道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第六，吼、哦，咱的灵性，嘛为道才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偏见道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，吼、哦，会出世做偏见的人家，吼、哦，啊，假使，吼、哦，伊若是袂晓安贫乐道，吼、哦，袂晓修行，袂晓依众相乐，啊，伊同款。是爱搁对着六道呢，以上就是四生六道的轮回。其实，那请问大家吼，因为时间十点嘛，还有两次讲评指导节，啊，出咧后段就是这后边咱后日嘛，后天去讲安尼咯。好，好，谢谢两位老师，感恩，谢谢，哦，啊，谢谢点团师，哦，啊，甲处长，啊，甲主。
前提吼的福气吼，啊希望互我有讲了有对的所在，有无适当的所在，啊，但互我会指导吼，感恩谢谢。面向审判师。